他们上一秒还在独自开朗，下一秒怎么就汗流浃背了？ Are you Chinese or you China, right? Yes, yes. How do you say that flat muscle in Chinese? Happen. What's this? Go work. Go、no. work. Go work. 让西斯成语言，他做红唱演的浓妆，做那一身长月光，穿着日子泪眼白高堂。武艺被自己的口误整慌了，演艺生涯差点就此结束。我们可以分词、啊、好，分词分词，要不老姐姐们你们来分。老姐姐吗？不是，我本来说老师，我后来说错了。我本来想说我不喜欢这个作品，你带着你的作品回去吧。我本来想说老师，别弄了。五星，你小子是一点都不顾你哥哥的死活啊！别说五一就是我哥代表作，不是下雨天什么的，而是什么手份蛋糕，每人拿一个，我们两个一起，这是四个。你怎么这么幽默呀、啊？这是一个。电梯什么？有一天，有个小学生放学回家，他们家住十五楼，然后他按不到十五楼，这时候五一进来了，帮他按了个二楼，说哥只能抱你到这儿了。你要起来打膝盖，吐槽我身高嘛，就是他们就说不要吐槽我的身高，不然小心我跳起来打他们的膝盖。小宋为了保住学分，后槽牙都咬碎了，再不再力我也要活着呀。有人进，别讲没规矩。小宋的害怕一点都不像是演的，陶导也在这儿，是时候表现一下了。陶导面前吴雅轩，抱歉了。我的天哪，怎么上铁网了、啊？这个你们俩必须有一个安全距离，把你拦住。我就是这样，宋雅轩，宋雅轩，宋雅轩，可以吗？陶导，我还有另外一种演法。王鹤棣在台上清唱《大雨落下》，汪苏泷在台下汗流浃背。就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可以了，唱好听。好，要开个场了，好吧，开个场。再次谢谢两位，谢谢王鹤棣，谢谢，再次谢谢二位。王鹤棣稍作休息。我们也请嘉宾。你 happy， 我不 happy。我国第一位钢琴运动员要诞生了，朗朗汗流浃背了吧？丁禹兮一下子得罪俩。OK。哎，超越要不要带领一下？哎，你带领带领一下。我不会 ，Yes OK， 什么？谨言慎行。哎，我又不是青春有你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嗯，哦，对对对。你心里在想着谁啊？一下得罪俩，一下得罪俩。没有人能接住刘震云的话。张艺谋他的演出非常的深入，为什么要这样用？我接不住您的话。特别感兴趣的是，这跟导演都在现场，你俩谁说了算？在现场张译说了算，张译说了算。江疏影看着提词器，还说错了张小斐的歌名。小斐。有时候呢，当我想起某部电影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到与这部电影相关的一些旋律，就好比当我想到你好李焕英的时候呢，我就会想起你唱的那首萱青草，萱草花，萱草花。
魏大勋第一次知道什么是如履薄冰。想尝尝腾哥的手艺，现在可以了。鸡的油开始往下滴了，嗯，盯着我们哥了。哎呦，你现在火爆程度，咱也不敢降啊。说实话，今天你这发型挺白的，痞帅。笑什么？不能笑吗？对不起，不能笑了。你少说话。造次了，魏老师。许昕被质疑运动员的身份，她的紧张肉眼可见。你觉得打乒乓球会不会很难？很难啊，因为打的人太多了。会不会很大压力啊？压力肯定大呀。打乒乓球应该不会注重体型吧？他听完你拉了下衣服，我没有肚子。是我刚刚展示的不太像运动员，还是？东北五凤谈论帅哥型男，两个弟弟人都傻了。哇，刚才过去一个帅哥。哪里啊？刚我在那站着的时候过去，我就这样盯着他，从这边看到那边。帅吗，姐？那么高，胸肌。身材也好，长得也帅，简直了。然后光膀子背了个双肩包，好 man 哦。没有，这不嫌疼哎，这不嫌累耶。我赢都傻了。那我觉得光膀子背个双肩包好奇怪，就是因为刚开始我看奇怪，我就看了一眼，然后再一看，哎呦，腿长的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，有点东西。你乐啥？你乐啥？我没乐，我也没乐。我勒个豆，被迪丽热巴内涵到了。甜的吃的我有点疲惫，整包咸的。反了，好像有一个胖子和瘦子的区别。瘦子就是吃一口甜，哎，好甜，吃不了了，就不吃了。胖子说，哎，好甜啊，吃完了，吃完太咸了，拿个咸的盖一个。啊，拿咸的，咸的盖完太咸了，吃点酸的盖一个，酸的盖完盖辣的。最后说不行，太干了，喝完一杯奶茶。当周深、汪苏泷、宋亚轩出现在全是领导和长辈的饭局上，自己又插不上话时，再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妈呀，你们怎么能两个人一？慢点，慢点。对，叫你了，叫你了。这回是彻底没活了，是不是有水？就这点水，我可以擦两期。张若昀前脚刚吐槽完在剧组过生日，我就特别怕在剧组过生日，对，在剧组过生日，然后全组搞个什么仪式啊，生日快乐，然后这个人把手撕了。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许天琪就是弟弟的克星吧？本座的人，你也敢动？本座会跳，鬼不理。你要过来！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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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。各位辛苦了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艺人确实不吃人，但是会让人汗流浃背。其实能看得出两个人的状态，就是挺明显的一个 I 人和艺人的感觉的，是怎么？对，娘娘，我们要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好了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You gotta live your life, you gotta treat you right.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up, 月光下跳舞，轻盈跳舞。我们躲开，躲开，来到我们的中间，躲开。我们艺人不吃人，来。朱丹的发言内容破破烂烂，周一梅的嘴缝缝补补。印象很深刻，他教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，他会很认真的跟我说，我说我要带你去见我师父，师父师母得要见。师父还有这一层的考验呢，没有考验，我以为就是那种，对，就说明他们的关系非常的亲密，就交了女朋友了，还得女朋友得去见一下师父师母。他们比较想看看是你，就是我会觉得说，哦，就会要郑重的见一下，就说明很郑重，很重要，很重要，对。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了。这到底谁才是小娇妻啊？结婚重点。哪里啊？富士山。忘记了，对不起。你是忘了跟我有结婚周年，还是忘了我们去了富士山？忘了去了富士山。没有，因为那个几月几号？
五月。嗯哼。然后呢？黄金周期间。嗯。